嗨，欢迎回到最后一集解主线的第48集。不过之后还是会把剩下的支线解完，或是抢地盘之类的。好，那我们就来感谢托雷诺给我们的剩余价值，直接刷火神机枪刷一堆，然后直接捡到1000好了，捡到1000好像就无限子弹了。嘿哦，不是1000啊，10000呐、啊。哦，9999，哦，再捡最后一次就满了吗？它会直接变成无限子弹吗？耶，无限了！Cool man, that's cool。没有无限，哈哈哈哈 what the fuck， 9000多发也很难射完吧，我也不会一次射出来啊。好，去找我们的主线 Big Smoke， 我现在要你死， sorry、啊，闻家里的味道，我换这个大麻烟弹，回归中初中最后主线，我Sorry， 那好吧，那我们现在抢地盘好了。Come on， Sam， join my group， follow girl boy。哎，干嘛干嘛？他充满敌意，我要让他回归政权。哈 ，Hey， stay real tight， stay real tight， 他没救了吗 ？What the fuck？ 帮派政权已经没效哦，他杀完他想杀的就可以动了。这边有纸帮的吗？我要截一下哦，好看到了。好，现在是抢地盘时间。我们要先让我们的 Gorfu 恢复一点最大帮派的位置，所以我们要先滥杀无辜，趁是现在还很乱的时候，那个士气大乱。哦，我看到了那边有个发生重灾的场地。哦，加油！哇塞，你打得好，女孩。哎，我们要健身的意思。抱歉，计划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要抢地盘。对不起 ，Sir，Sir，Are you okay, Sir？ What the fuck？ 如果我是旧版，我刚才已经摔死了。哦，有邪恶的人可以斩杀了，耶、yeah ！出来了，红 boy， 红 boy， 哎，没有更多红 boy 可以打了吗？我不要在这边 wasting my time， 算制造点大淫乱现场啊！没有，不要，我、哦、不要打警察，等下太多东西来。巴勒邦在哪里？我需要你们的支援，巴勒邦。巴勒邦在哪里啊？啊，巴勒邦，我很烧，我好被火焰环束了。又看到巴勒邦了，不是说要抢一点地盘吗？怎么还没发起？哦，终于激起了帮派战争。有人来找我麻烦的吗？有哎、欸，我想他们不敢靠近我，因为他们的武器没有那么厉害啊。你们是来加入锅水的吗 ？Oh yeah。巴勒邦会输给我们的，训咖邦，呸！啊，我谢他们不会，他们没有防火，没有继承我 CJ 的 DNA， 等下喂一点给他们吃好了。我死了一点兄弟，真的太残酷了。就算是人也是抵不过那个自然灾害的火焰，真是我一手把他们推进火坑里的，那这也是没办法了。那打帮派战争好处就是会送你防弹衣还有血包。哎，每个人都有 7.62 子弹一颗，有。哦，谢，这台车不错哎，可以借我开一下吗？算了，他不酷，他爆了。可以借我开一下吗？他说好。火焰人，我是20战警。哎呀，我觉得这台车要爆了。哎，我需要更多巴勒邦。哎，干什么啊？这跟你们没关系，是帮派之间的事物，跟你们没关系。不要再过来了，你们这样子。占我便宜吧！要签名你还排在后面呢。我们需要更多巴勒人来撑场。他们这场子冷掉哈，算蛮热的。刚一直着火，好，看到了，嘣！哈哈哈 ，Got your ass！ 又重生了。走开！我今天心情不好。啊，现在不会打，现在帮派战争，大家警察都很听话，说，他们在帮派战争，先不要过去闹他们了，就是。那个很严重的一点帮派守则。你是帮派吗？帮派战争就要快离开现场，会被那个会痛扁的 CJ 老大看杀疯了，谁都撕烂。你们把这一切搞得太简单了。那、怎么了？他不敢动了。小猫咪，快点过来加入帮派战争啊！这不是你们那个黑人街最爱的，你们不敢打我这个街头最猛黑人 CJ 啊！你们是训咖综合医院来的紫色人吧？连你们的那个兄弟都不敢保护，还敢出来过水这边闹啊？
哈，杀一点威哥斯人吧，因为威哥斯人那个威，那个什么，威胁到我的那个邦国水邦。哇，他自动让，为什么？为什么噎到啊？不是，为什么他们的车都是开到一半，引擎自动报销？现在那些技工都不爽了。嘿，哎，靠背啊！又是和平的一天。我刚才上去没，我的 fuck， 刚发生什么事？我用我的最强物理把他弹开。我刚才上去那机车没多久，他马上就那个把我弹下来，锁在车上的。现在连技工也开始反抗，现在车子都非常的劣质。那维哥斯邦，听说你迫害我们的居民萨塞尔居民，还害他的兄弟死掉。我在这边杀巴勒人，他们会那个吗？反正巴勒人跟那个维哥斯邦好像是一伙的，走开，这跟你们没关系。这是帮派战争。嘿，哎呀，说 ，None you business， 博。哦，我看到维哥人了。维哥。Excuse me， what the fuck？ 啊、oh, ，what the fuck？ Home。好爽、啊，这时候揍人都犯法、啊。不要射，我要死掉，我就要死掉了。激情哦，来了，激情帮派战争，大街小大巷，大街大巷开始都打起来。我觉得我需要找一点补血。要不然我人生就要在这里跟你们说再见了哟！哦，写着意大利香港。我在这边等他们就好了。啊，白痴，这边下水饺叠尸体啊！你们参加电竞比赛一定会被打到回府，然后回家做你的电竞梦吧。我就架在这边就好了，哈哈，会不会玩游戏啊？我差点把我给阴了，不会补血，然后等下瞬间有人重生在前面，我就死了，没有，哈哈，扑吸。Any pussy want to come in my mouth？ 不！再一波啊，再一波！他们是逃跑的还是来杀我的？你们这样 not cool man， not cool。现在已经是成年人的世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兄弟。Oh hell no！我不想叫兄弟的原因是我不想让他们受伤。耶，这地盘是您的了，是不是？威望要到那个满才可以那个集结格罗夫街大肉帮啊，格罗夫帮。但是我还是找他们好，反正他们会复活。I love my hood, CJ, I'm down. Hey, homie, this way. Oh, oh shit, 那边一堆维哥人，吃我维哥子弹，噗。激起帮派战争了，这虽然不是我愿意的，一切都是社会逼的。啊，好像把地盘都抢完之后，那个好像整张图都没有反派了。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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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e！Give me that money！ Oh yeah，lunch money！ 哇，两件防弹衣、啊，哇发，你这怎么躺的 ？Weirdo， 你来过不去已经被我霸了。耶、yeah, ，再抢两个就差不多了吧？不想耽误到太多时间。不过这是没办法，这是那个正当的抢地盘的那个模式。这是暗杀维哥斯邦的武器，我把你打下来。哎、欸，说还害他大麻烟弹呢。哦、oh, ，fuck，F officer， 我防范被你逮捕哦。asshole officer， 我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officer， 呜。Asshole， 跑酷哇！只有骑这台 BNX 才可以回归当初的 CJ。我们先卸一下那个 Business Man 的那个身份，变顽童男。呵，哦，太爱玩了哦！我要买毒，哈哈，买毒是犯法的，不要模仿啊！不是啊，他们人呢？晚上不营业哦。哦，出来了 ，Thank you， my friend。啊！然后射杀这些人看起来不太像维哥斯邦，维哥哥帮需要更多维哥哥帮。你们成年人最好这么早就睡了。我们的地盘，哎 ，What the fuck man？What the fuck？ 有，怎么敢打我的地盘？帮派战争是你发起的是吧 ？CJ 超人即将到达目的地目的的。我跳过那个炕哦，炕 ，test of the 炕来炕。Fuck you！ 你不懂啊，警察，你不懂我们为了格罗夫街帮派战争付出了多少？哎呦 ，shit！
夜大排场，闪亮的眼睛。哦靠腰，战斗散弹枪，那是唯一能克制 CJ 强的那个唯一武器耶。我觉得现在非常适合约会哦，它不一样，战斗衣装，李小龙的连身衣耶，是时候当复古黑帮暗杀其他人。算了，现在那个 bitch 想干嘛？想上我是不是？你跟我可没有到这么熟啊。好，算我们去抢巴勒人吧，毕竟我不想把维哥斯的仇恨拉给这个女人啊。虽然他跟维哥斯帮干过，但是没关系，这都过去了 ，bro。我们是大气男孩，因为我们有钱才大气 ，understand？ Shooting baby， 服。等一下，我还没玩得开心呢。这是最浪漫的游戏，带着女友在那边杀人，一般游戏做得到吗？杀人呢、欸？哇塞，那群众在那边厮杀，这是太邪！哎，这干嘛？出内鬼哦！谢 ，kiss time。That's right, that's not、欸。哎，干嘛？靠药啊！妈的，那什么？替身攻击啊？怎么亲到一半、啊、人就不见了？可那个 CJ 马上生气，直接把那个一秒内弄到消失。丹尼斯，免费的那个我们的斗士，快点帮帮我！你平时把我弄得硬邦邦，也来帮帮我！快点！你懂男人喜欢什么，就快点帮我拿你的狙击枪！哇，他一定觉得这样很浪漫，再一口好了。God damn, that's right. 哎、欸，干嘛？哎、欸，他要干嘛？丹尼斯是坏女人。我赌谁会赢？我赌丹尼斯会赢。这么血腥的游戏我没玩过，你的兄弟帮就会揍你的女人呢、欸，太可怕了。还说丹尼斯出轨？算了，我原谅你，因为我也出轨。拿那 AK 的那一刻就代表你输了，因为我是好人，正义的人都拿 M4A1。叭叭叭，服啊服，这地盘是您的了。哦谢。沙小，跟我没关系吧？那个人自己去把警察弄下车的，然后什么是我被通缉啊？先不用。今天有点忙，忙着去杀死莫科。嘣嘣，可以了吗？我的声望值还不够高吗？哦，是。哦，好，哈哈哈哈。啊，算了，那不然这集直接把整个地盘抢完算了。好，这集就把整个地盘都抢完喽。ASO。谢谢你，托雷诺，寄放了这个。火神给我，不送了火神机枪给我，你是最好的特务，比 GTA3 那个烂警察好多。他是给台悍马车，虽然不会爆了，但是我马上丢了，马上弃养。Sorry, officer， 做了一点违背那个善良风俗的事情，因为我是为了抢帮派地盘才这么做的。Officer， excuse me， officer， 再多 MP5 也挡不住格林机枪了，呸呸。Minigun， 呸！哇哒哒哒哒哒哒哒，肚兜哒哒哒哒哒哒哒，卡布卡布 ，Heavy is a spy。TF 二。我可以送走一个人呢，我免费帮他推车。好，他掉下来。嗨，你就这样没你的事啊 ？ASO， 再抢两个地盘应该就满了，就可以暗杀毕格史摩科了吗？抢地盘。What the fuck, man? What the fuck, bitch? 小朋友才拿那个小手枪嘞，现在大男孩拿火神呢。我现在就好像从新手村毕业很久，然后回来虐菜一样。Oh shit, fuck this shit！ 我以为我在虐菜，实质上是被虐嘛。这女人是怎样？她想跑。CJ 进医院刚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想要杀你们巴勒帮。我是格林机枪本人，你好，我姓火，火神机枪，格林机枪人，我姓格林机枪，名本人，格林机枪本人，哪里？狙击时间，吼吼吼，每个都打肩膀，打烂肩膀。我们 CJ 一手抢下地盘，史威特在忙他的什么？
干那个兽皮包骨。Oh man！ 哦，谢地盘被攻击就激不起帮派战争，谢，把它抢回来。Asshole！ 听说你欺负我的队友，王者 CJ 降临，哦，干有点痛，击败。哈哈，见识到您的厉害了，保出那个此区域。王者 CJ， 哦哦，我还记得这里吗？第一集的时候，这边你们欺负我，现在换我欺凌你们了，哈哈。之前你们欺负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我要把你全部都呸呸呸回去。黑帮本色 ，ANN 声望到最大值。现在我们的 Ghost 注意都会听我的了吧？国定杀戮日，大家都疯哦！靠北，怎么直接重生一堆？这地盘是你的啦，好，可以回家接任务了吗？那这集应该有200小时喽，没了，我猜的啦，记录一下。我看史威特是在家里当会计吧，直接在家里帮忙算那个资产，就要让我接任务、哦。嗯，哈，那这集才是抢地盘吧？这集是抢地盘之回，抢地盘之回。Yo， what's up？ 这集是抢地盘。我竟然会把这段痛苦回忆给忘了，我以为可以直接那个，然后之后最后再那个。既然今天是真的都要抢地盘，那我找一点兄弟。Homie， 太贪心了，太贪心了，抢这么多地盘会遭天谴的。哇 ！Chaos two，chaos three。I like killing people。他们刚打完篮球要回家哦，不然你回家，哈哈，你妈妈看不到你了。ASO， 哎，ASO， 帮派力量减一，你们真的很逊哎！我踩着你们的尸体成为格罗夫街的王，虽然很血腥暴力，但这就是现实。阿德森连火都抵抗不了，还敢加入格罗夫街啊？又剩我一个了，其实我内心很空虚，拜托不要走。白痴巴勒人，快点出现哦！干 ASO， 这集要表现我讲干话的力量了，是不是？因为抢地盘一直不讲话，真的是会很 boring。喂、哦，干、欸、嘛？干！我差点把自己炸死！伤害到你们权益的时候，你们都要来把我干掉，是不是？平时不帮忙。白痴，不要射，再射你就是笨蛋啊！干，你是笨蛋。ASO。哦，我又回到这里，刚没抢到的。洛圣都的损失是不是破亿啊？车子炸来炸去的，这跟当初那个美国大暴动唯一的差异就在那个没有人会拿那个超壮的超猛黑人会拿那个火神机枪在那边抢地盘，因为这是那个改编的。这集抢所有地盘，我决定这集要抢所有地盘。我刚刚在想到底要不要抢所有地盘，我想说好了，抢所有地盘好了，就花几小时嘛，差不多在40分钟嘛。I guess， 我干你啊！我的血怎么一下飙那么快？算了，抢地盘这值得的痛，谢了宝贝们，开车给我。那抢完地盘也快差不多了嘛，我们就 speed run 吧。虽然这根本就不在 speed run 的范围之内，就让我们的地盘干净一点。OK， 一星而已，不用三个人追我吧？是没事做是不是？只能杀我这个头号坏人。正好巴勒人都可以请警察帮忙，是全世界只有我会被警察这样射，还有那些固定的几个 NPC。你们喜欢混乱就给你们混乱吗？这不是你们最爱的大混乱吗？让你看看什么叫失去才懂得珍惜。ASO， 我浴火重生了。哈哈，传火给你，还是给我一点巴勒人哦？你不给我巴勒人，要怎么引起帮派战争？等下被引到医院去啊？要不，等下我要被引到医院去了。够了够了，你们警察都比那个巴勒帮还烦。谢，算是可能只是一场梦吧。我先回家睡一下觉。I'm stopping punk， 不不不，所以天就好了，子弹直接从自己身体跳出来，冰冰冰冰的，那个睡觉的时候那个弹壳掉地上的，那子弹掉地上的，每天活在那个枪杀案。现在这一切都那些载具全都变成海绵宝宝了，是不是啊？海绵宝宝里面的载具啊，只要撞到一下就马上爆炸。哦，海绵宝宝载具是致敬那个 GTA 3的载具吧？那算了，我站桩射击好了，反正他们自己走过来。
我不动了，神是不会轻易动起来的。我接下来是不用再讲什么话，因为我在讲话的话，如果我再讲继续讲话下去的话，这集会变得很难剪。我说哦，你怎么讲那么多话？可不可以少讲一点话？就安安静静抢地盘，就剪几笔就可以剪完一集了。你为什么就是要为难你自己？因为我觉得多讲一点话比较有诚意。练习开实况人，谁啊？谁要抢到我们地盘？够了没啊？为哥哥帮英雄出场啊！不在这里，英雄出场。他拿那个 GTA 3最强的武器，但是已经过时了。Oh shit！ 我防弹衣帮我挡掉了。他们把自己害死，不是我干掉他们。好，接下来我就有必要的时候再讲话吧，要不然真的会很长。Homeboy！水深火热，给你们一点水。你们都是溺死的。这现代科技可以驱逐帮派。哦，给我一点帮派战争，我嗜血，我想喝血。耶，哈，送你一点假屌。这是喊屌的声音啊，没事。但我没说话，但是愚人的声音呢？愚人声音，哦，那惨惨就收报应了，讲一些脏话，没有比脏话更严重的、更严重的色话。你们帮派战争就给我认真一点。哎，怎样 ？Carl is sweet. Hey, what's up? You find smoke? After we dumped on those ballers, the Vargo started to speak. We got him now. 那你负责什么 ？Los Flores or East Los Santos?哇哇，好啊！但是我已经杀人杀疯，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 CJ 了。哦哈 ，bitch！ 哎，干嘛？我帮你们那个阻止抢劫犯的，你们还想告我？我要把整个格罗夫街附近的所有那个东南西北帮都给我抢，都给他抢一遍。哈，嘿！我看到你就不舒服，所以我要杀你 asshole！ 哦，他们在地图上面看起来就像那个多利多汁，好吃薯片，不，三角形起司片，有时候会刺到自己耶，所以我不是很喜欢多利多汁，然后刺到我牙龈，有一次还把我喉咙割开啊，没有那么严重，开玩笑 ，kidding， 啊，讲笑话会让那个格林机枪变消音的。小技巧，小知识，看到捡到10000多发，好像是幸好有捡那么多，一般一下要射完。这地盘是您的，好哇！兄弟帮会，我要杀警察，那你会被判好几年呢？袭警又袭警的，我会帮你付那个保释费，你放心吧，格罗夫兄弟，因为我现在有的就是钱，还有火神子弹。我这样做是够让那个社会大震，够让那个社会大众震怒了吧 ，baby！ 我来就是为了把你们屁眼给拿出来，再卷回去，像卷烟一样。哇，转角一堆维哥哥哎！你不是维哥哥，干嘛射我？是，他是卧底。叭叭叭，站桩火神机枪。嗷嗷嗷 ！fuck！ 哎说，睡着都可以把他们杀死。你看吧，好，不要跑，他想去下海殉情。哈哈，还想走啊？照现实面来讲，这样好像是不太对的吧？因为我们要至少让帮派有一口气可以呼吸啊！我们钱是要一起赚的，不是都强抢都赚自己的。CJ 是最不好的范本呢，但是他有那个实力，那就不在考量范围。哎呀，说听懂我在讲什么啊？没撞到，可恶！那揍扁你！羊具时间。来救你兄弟啊！他在你面前被一根大屌欺负着啊！让我没说，紫色的玩具啦，讲话不要太激进，就好听一点。其实也没多好，哈哈，现在就投降了啊！哈，继续我们的睡觉射击模式。干嘛？你们想入会啊？想来帮 homie 是吧？他们已经有必死的决心了，踏火。他每个都踏火去死的，笨蛋！变消音的就变不好玩，还是有音一点吧。耶、yeah ，有音一点好吵。不要跟我打招呼，你史威特杀人的时候在那边讲话。Welcome to Grove Street。
Welcome to family, son. 最喜欢抢地盘，这是我那个最高光的时刻。史威特一定无话可说了吧？哈哈，这你就没得抢帮其他帮派成员的钱，你只能抢自己人的钱。那他们那个 lunch money， 那个午餐钱。哇哇哦啊！脚断了，但是我会继续前进，直到这些地盘变成谁了 ？Oh my God！ 那我们地盘让我拖延那个抢地盘的时间，这节完两小时啦，笨蛋！哎，卡布隆，谁抢我们地盘？卡布隆！啊哈，见识到我的厉害了吧？啊哈哈，哇哇哇哇 ！If you come back, you're a moron. Oh shit! You trying to kill me or what？哎、欸，我们是国师爷，你干嘛射我？哎、欸，说，你不要以为我不会回来找你。妈，你是巴勒人吧？我怎么射到自己烧起来？我好烧啊！嗯，要闻闻 CJ 味吗？哦、oh, shit， 好 CJ， 你好烧。为什么我烧？哦、oh, ，原来是刚刚地上有火。OK， 我以为我很特别。No， 哎、欸。是不是真的我很特别啊 ？Holy shit！ 好、哦、没了，我不特别。哎、欸，那边隐藏火吧，我猜。啊，不知道、啊，我一直在烧哎、欸。Holy shit！ 我是火拳艾斯。又不烧了，我的能力一下有一下没有的。我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那边着火？真的火是因为太阳太大吗？还太阳要撞过来了？那全世界只有 CJ 还有其他消防员会活下来。What the fuck 车门！哇，这时候警察竟然会想帮我 ！What the fuck？ Insane！ What the fuck？ 这是什么疯狂的画面？老阿妈抢那个消防员的车 ！Oh my god！ 事态大变！哈哈，先打个篮球好了，耍花招 ！Whoo！ God damn！ Miss！ Damn dog！ 三分球！对，上篮！哦，上篮成功了！耶、yeah! ！哦，两分球，可恶！再远一点啊 ！CJ 不止这样吧 ？Damn！ 可恶，只有两分球，我要三分球！哎、欸，警察也要来打吗 ？Damn！ 这已经三分了吧？哦，还没过半呢。哎、欸、，shit！ 哎、欸，我只是为了打篮球，你们就这样对我，可不可耻啊？就二 ，fuck！ 哦，警察车队，哇，酷威，酷威，快滚啊！我要解帮派任务已经快要两个小时，已经两个小时，非必要，但是我就是要全抢的，这是个干净的存档。哇，好多人啊！啊啊！混入人群。外发一分为二 ，hot dog please， one hot dog please， 哦，直接吃了，因为我是这边最强的 gangster bro。干这条街到底要怎么赢？这一小街，我想有个方式，那个超市来回抽插就好了，刷新敌人。Oh nice，that's right，nice， 要不然这条街原本超难赢敌人。为什么？剩一个地盘了，呜呜呜呜 ！check 一下，控制地盘98%，哈哈，还剩一个巴勒邦最后一个地盘，这个应该是维哥斯，不是阿拉斯加杰夫邦的吧？但是那是可以那个友谊合作的。巴勒邦，你要绝种了，兄弟！原本这期想说解主线，但是想说杀上瘾了，是你们自己惹上杀身之祸的。最后一个了，别躲了，巴勒邦，出来接受你的命运吧。耶、yeah, ，笨蛋，躲着不就没事了？好，不要躲着啊，你躲着只会浪费我时间。不过是江湖事罢了。哇哦，掌握呢共有100万元呢。哇哦，江湖是有成就的，我是江湖传说了吧？一人干掉所有巴勒邦、维哥斯邦。欸，如果 CJ 一开始就这么做，那他真的很没什么威胁，没有帮派敢威胁到他。
哦，全解完了，看到地图一片绿。Oh my god！ 哦，是绿帽的味道。哎，谁敢戴我绿帽？杀你，杀你啊！没有了。好，我要回家，我累了，杀这么多人，满身鲜血，虽然现在是没看到了，太血腥了，血腥镇压，来亵渎一下尸体。我要回家了，我累了。斯威特，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地盘谁抢人？完全，你只帮我抢两三个地盘就哦，我累了。CJ， 我接电话对吧？我打电话问那个地盘消息，问的好累啊，史莫克也问的好累啊。我们 CJ 抢一个礼拜之内干掉所有，把整个洛圣都变成绿的，嘿，真爽，花我两个半小时。今天我选择了抢 GTA 的地盘，选择抛弃我的朋友们 ，Discord 的朋友们，我去国水睡觉了。啊、家里真温暖。哦，他赚8000块给我 ，nice， 好烂哦、啊！我出家这么久才给我这点钱，然后格林机枪剩1000多发，900多发，刚好。好，那这集就先这样了。我们的格罗夫街已经发扬光大，给他那个我们死人妈咪看他想要的样子，就是我们把整个洛圣都的帮派都清除干净了，一只都不留。没有，他之后还是会出现，剩那个 Big Smoke 那里的一些杂碎。好，之后就主线，然后再停车吧。哦耶，有够爽，有够累，哈哈，消耗精神力，培养我们的耐力、意志力、毅力。好，拜拜。